打个刀锋，看他一级学的啥吧。守卫，这波守卫很细节啊，我没有立刻的一直追他。他一级学的E，万E小兵，哎呀，没一着。 还有19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蓝莲汉老爸别走啊！我一会儿给你上一个，你别着急啊！ 啊，抽一下，我升了，嗯，傻了吧，我升了，叫人是吧？直接吃药，一点盐 A Q， 换掉，让蛤蚱白来，老蛤蚱。 你俩怎么回事呢？你俩，我一手小反甲，你俩不难受啊？有妖气。 他没白来，他吃馅儿，刀锋没吃着啊，他吃的刀锋没吃着，而且他交闪了，我来个小反甲，一会儿他俩打不动我。你 E A Q W， 哎，呀。 没扣到，短了。打被动没有用，小伙子，我特别的肉。W A J 双 Q， 我 Q 一下 ，E 小兵。这刀锋这英雄真是。 我都100多护甲，我跟他对 A， 我都差点没 A 过他。吃小饼干闪现，怎么被塔砸了呢？刚才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？没想到吧？ 差点钱，但是我不能出，不能出去，我们不能补了，这波兵不能补了。以对面的阵容，我们试一把右猴吧，我来把右猴，我没玩过那右猴，我来一个那个日炎反甲猴，我来一把。 日炎反甲黑切猴，有什么用？一会儿等我无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你是怕我杀不了15个？哎，只要他不投降，其实就是可以的。哎，这刀锋跑中路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我不知道啊。你就说吧，你四级你想怎么玩？我不明白，一个四级的刀锋在塔下，我怎么能不杀你，兄弟？我必须杀他这波，即使我把他换了，我也得杀他。直接 E A Q 点炎转起来 ，W A Q 再转，我悠不悠？只要顺了，其实出啥都厉害。这假装往那边走 ，W 往右走，一回去，来我一蛤蟆。你们这人也太多了吧？来个军团盾，早点出日炎，早点厉害。日炎出的越慢，我们越拉。我们主要的伤害就是日炎，啊。看看有没有什么百分比掉血的装备。日炎反甲、黑切、血手、皮孩、九头蛇。补一个破败不用，你们是看不见这刀锋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也能杀人？算了，吃塔皮吧。我 A 这防御塔一下47。他再掉一层塔皮，我 A 一下40滴血，我的天哪！这也不掉血呀。我们无敌了，差点钱。不行，我得再补一波。妖怪哪里跑？我差100，最后差100块钱，打个蛤蟆。区区真低呀、啊！不是贪。你知道吧？有没有蓝 buff 啊？不仅有蓝 buff， 还有个哈子呢。他瞅我，我瞅他，他害怕。日炎了，布甲海了，带个扫描。我马上到，兄弟。
好啦。俺俩拆一个中路塔。他不敢踹，没事。你也是右瞎呀，他不是右瞎。怎么的这瞎呀这？我右猴不扛塔把你杀呀？谁来了？下路是个啥呀？哎，不就一个破塞纳吗？又能怎么样？你是来追。使劲追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那有人来吗？呢那也没人过来呀，你说还好，要真想到十八级，天天送礼物，最多需要5250，5250天呢。这蛤蟆在干什么？黑切，我先来个反甲，别着急啊，可以打。追，直接飞，飞 ，go！ 为什么打我？啊，为什么打我？咋的呀？刀锋算个屁呀！刀锋，刀锋怎么的了？刀锋，那刀锋来就好使了。你点我一下，你真敢点我！我这右猴不把你杀了啊！我闪现，给我瞎当了吧？我居然不是瞎当的！哇！卡特连个屁都没有，怎么出右装？尝试一下，主要是刚才他俩害怕了，他俩不害怕跟我早点上。阿卡丽打人疼啊！啊，这阿卡丽打人疼啊！834阿卡丽。怎么的那个？嗯，还好我够右。让这蛤蟆踹我们，踹上！别野我啊，野我我换装备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小龙，这玩意儿的伤害真低呀。关键还是阿卡丽有点肥。我们先来点魔抗一会儿，看看什么东西有魔抗。来一个石像鬼吧。坚不可摧，配上我们的金刚不坏。阿卡丽咋的？阿卡丽，啊？阿卡丽这1000块钱不想要了是吧？啊！我这幼猴不把你这个幼生给你杀了，我抠你一下，我烫死你，你等着，我扛塔，我都不掉血。你们打龙，
你这锤石，算了，不能杀的锤石，拉倒吧。刀锋挺能拆呀，都拆到高地了都要啊，真能带呀。你要不管他们，他们就一直带，那。我决定来个影魔刀，又有攻击力，又能加魔抗，挺好的。我都没想到这刀锋敢这么带，就一直带，就一直拆，中路死了。那怎么打的这么打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我也带，来吧，俺俩带吧。只要我有红 buff， 我们就可以一直粘人。但如果没有红 buff， 我们就有点弟弟了。我个人感觉啊，他们不太敢来抓我。嗯，来。来吧，刀锋。嗯，我这幼猴，不日炎他打我，打我幼猴，打我，给我越塔来。不行，撤一手，这位置不行啊，这位置不能打。那阿卡丽来了，要没有这阿卡丽还行。他连个抢个 buff 都抢不着，打这个呀？这银马干哈呢？好勾。不行了，幼猴这波打不了了，先跑一手，兄弟们。我很右，往上走来，银马已经无敌了，银马，给我杀锤石。征服者触发，我平 A， 我烫死你，你还敢勾我？我给你烫死。经过最终一通乱战，我们赢了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反正我们也打不动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出黑切呢？我们E技能又是魔法伤害加成，我来一个痛恶魔之拥不香吗？打团，这波团战对面又输了，快点来，打上了，我来了，我可来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就打着阿卡丽啊，往前冲来。没事，我很优。你俩怎么血都这么点呢？风筝我是不是？风筝我右猴。
你有眼儿吗？你还？哎呀，这惩戒！不是，那兜风你不去跟他打架去了吗？哎，这儿呢，人马，驾！那个刀锋长本事了，回家。黑蝎也能除，恶魔之拥配黑蝎，我们双修猴，1250。此地物以久留。来，给我打。先打着刀锋，刀锋这么猛吗？漂亮人马，我就不放大杀的锤石了啊，不合适。哎呦我好笨，驾，吹波扣。哎呦我阿卡丽，找我打阿卡丽，我这幼猴。五杀，我操，五杀，我五杀，我右猴五杀。哎，拿下打大龙，兄弟们，区区全靠日炎呢，我来了兄弟，哼，我们的日炎双烫，看看这日炎每秒烫多少，58点血啊！先把龙打了，哎，恶魔之拥。蓝烈汉的苦楚，再配一个黑蝎，谢谢比慕白戈瑞的飞机儿。哎呦，我这兰德里啊，救一下，打吧，打打，雷军带着扣一下，杀蛤子，打不打扣，说了随便杀随便杀，也不信，我影魔刀还没触发呢，我告诉你啊！哎呦啊，好蛋！我们幼猴这波扛塔扛死了，这没办法，这锤石怎么瞪着我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呦我，锤石死了吧？啊，锤石死了！哎，真是不知道这锤石怎么给我瞪过去的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看这扣能中，真是瞎猫碰死耗子，绝对的是瞎碰的，他不是说用他的技术来勾我的。
他绝对是乱勾的。龙应该是没了，第四条龙我发现总是没。你就跑了，你不秀一波啊？到位了，算了，一个风龙龙魂也没啥用，无所谓了。哎呦我差一点，先把这离群之刺给他杀，给他杀了，老蛤子一波。大招到底能不能触发恶魔之勇？哎呦，我好痛！直接拆吧呢！先上刀锋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。三秒钟有大啊，稍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我们还有影魔刀，不怕。你勾着锤石也没意义啊，这锤石。杀俺们家 AD 七是吧？小心他过来啊！这塞纳怎么回事？我恶魔之拥给谁出的呀？扣你一下，再扣。哎，要跟我打一架，阿卡丽，来！目标出现，你记清楚。打不过，吸取教训。这也推不下来呀，这。换个皮海，换个水银海，没蓝了。关键他抑着我了，他要没抑着我还行，他把我给抑着了。哎呀，又一波600块，阿卡丽下波得杀。不能让他打着我们的 ADC 啊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拆个上路吧。对，我们直接吹基地，稍微差点意思。等大龙吧，稳一下。等大龙，可以打！我这蓝脸汉苦楚恶魔之拥给谁出的？啊！我百分比掉血。这波对面蛤子没在还不上，把锤石给我杀了，锤石我来扛打。踹谁呢？踹我，踹我是不是、啊、踹我是不踹我，我恶魔之拥。我怎么的？我捡你，我捡你的甲，小伙子，我日炎烫你，反甲反伤，捡你的甲，恶魔之拥百分比掉血。阿卡丽杀我，我有大野魔刀，怎么样？